16, 12.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大家我们为大家转播的2010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进行到了本届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阶段，我们接下来将要为大家转播的是在二号场地进行的几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先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是卫冕冠军林丹迎战韩国选手朴成焕的比赛。那么这时候在一号场地呢，在进行比赛，是陶飞克对李宗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比赛是刚刚结束，结果陶飞克2-1力克李宗伟，打进了本届世锦赛的四强。这样林丹和朴成焕的胜者将和陶飞克来进行半决赛。